要吃五百，算你五百块。哎，我就借五百，算你这么做两五百块，每次小五百块，这么吃五百。哎，五百，五百块，算你这么吃五百。这边走，五百来走了，五百块，来交钱。要吃来，五百来走，算你了。来接，三。我就把它剁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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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上啊！来，快上来，五百哟，一千块来都来，还这些搞啥物啊？来，五百一个票票，五百啦。好，真打真多钱？够打没够？好，打真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好不好？牛排啊，安尼我真要来，八十五百比人打，我你讲来，那我一袋袂偌济。四五百你开，看我这比人蛋牛排来，我一袋卖我四五百，两袋卖千多，一千块，下一只要就一千块牛排呀，一百多来，一千，下一只五百来，一千块谁吃的？牛排一千块，那只五百我就借一千块，那么真的他们钱不？那只得五百不？三点一千。我讲下三地电话啦，系三地，系其他三四四四成个，你真好快喎！我哋四成个全部有，啊，我先嚟搵啲大龟蛋嚟，啊，那搞啲板件来不一样啊，啊，那个这几乎吧，现在没有板件的，我剩下这个而已，喜欢吗？不喜欢好，还没有处理啊，那么这我现在剩下这个而已啊，那个谁宝？五袋一千，有无啦？五袋一千啦，我讲我就一个头啦，好无？来，好，不啰嗦啦吼，两袋一千块啦，你就五百无，一边头啦，好，两袋一千啦，来，我讲来啦吼，快啰嗦七袋一千块来，要吃我就吃上八袋多啦吼，就一千多啊，我先吃这七多啦，快讲来啦吼，我先要吃这两物件，好，真啊，憨啊，钱啊，一千块就对啊，好，再来四袋五来啊，一千块，好，两袋一千，七袋一千，八袋一千嘛，我们吃这一千多啊，一千块来多啦。快过来呀！好了，快吃啊！一来两来啦，吼，三来啦，四来五来啦，好，六地来七地，一千块就对啦。三八条就一千块，先吃下去。再吃比人大一千块，比人大一千块，再吃一千块。谁吃这个一千块？谁吃啦？一千？无要，一千块旁边来哈，来吃回来。这我们吃啦，哈，吃回来。快过来啦，来啦，来了，虾仁都可以来。快坐姐，不好意思，大姐，我这先啊处理姐，等下姐讲咸味，我先啊处理姐，讲咸味啊。好，等下大家都吃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都吃，我准备四件，看我这边偌济，百三百五百八两百三百五就对啦。啊，至少我剩三个尔，两百卖四百，好开三五开三百来卖两百五就对啦，两百块一份都好来，来。啊，无紧无紧无紧，我嘛是照卖啦，好来。好，要吃我就借两百块，夹面啥物剩咧两百。好，两百块夹面啥物吃一份都好来，我讲来，两百块，你两百就对啦，来卖啰嗦，安尼就行，来。两百来倒来吃面啊！来，看两百，好，是买三四十块尔。来两百来，来，我问一下，敢爱吃咸鱼的无？敢爱吃咸鱼吗？两百块，有人要吗？咸鱼两百块，你们这边有要吃吗？拢无啊，拢无歹开啊无？好来，老板，来你，他要讲什么呀？忘记了呢。那你说什么的？快送来，虾仁要来，来。好，哎，你拿哈。三百块，你讲的，来。大量嘞，真正大量。咱我今天自己做凤梨虾球，三百。好，一斤五六百，一斤四五百，唔加才三百块，从你消费，我做你个账，来三百块来，来三百来。要吃一个三百来多，再三百块，谁吃的来三百来多？来三百来，来，要吃我就吃三百块。哦，来，我看看就是三四五吧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还讲没关系啦。如果我跟你讲，你讲没有跟你讲，就说三百多啊，下了。好，三百块你都想吃三百，对啦，三百块，还搞起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要吃我就吃三百。就是礼拜三。好，现在三百块是零头，三百块，我就一百三百黑的，来，变乖了。他一共到几个？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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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来上台，快来，快来讲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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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人300块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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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包两千块啦，好，最后再落地来三百，都是300块。你讲正，我就是300块，你先吃300块好啦。先吃300块先知道，赚了多少钱多少来。300块你先吃三百，无吼，先吃300块帮我们钱吼。我叫一个无啊吼，我叫四个平板机都买个平板先，拿来。来，阿丽，我讲吼，你收什么啊？千元片。我讲啊，来嘞，我讲吼，来。我这先啊处理掉，仅存这尔，有人要杀的无？哦，三鱼饺来，一斤百八才300，再鱼仔糊200块就对啊。我招一个来，我讲来啦，好来，哦，200就对啊。我存这尔，莫搁讲啊啦。200来倒来，他搁加什么杀的？有人食这无？200块，三鱼饺，有人要来无？他不搞就借200块，他不搞上面讲谁知道？上面讲啊，200。所以大真好食，只青蛙鱼啊，我讲来，我招财都几个金，我歹讲都久好无？来，哦，他不哩讲咱讲白哦，甲你讲就讲啊，鱼啊大细话大家听无计较来，一个5万块，我来讲真诶啦，一斤饲价偌济？300-400无重要，咱讲即个车站大旗较悬，一斤300-400来，我讲来啦吼，我招400来，两尾卖1000，我说买恁呾代志哦，哈，两尾卖1000，500块就好啊，过来，我恁食较济嘞吼，500来就好啦，下场啊500块，我只看卖处理了袂来，一两三四五个人来过来，500来，哦，下场500块，我食下场我就是500，我连店家拢送你，哦，500块来过来，会足贵个袂？500会足贵个袂？过来，来。来500来，车站啊，500块，500就对啊，要吃过来，可能吃较济，500块来，哦，车站，来，500，过来，500几位啊？来500，够够，再要加一位来，吃较济嘞，500，快够5个人尔，只要吃恁来，这500来，都500块。一位车长卖30-40块，咱要吃无？车长啊，500，有无？啊，车长500，无要拆我啊！车长500，无要拆我啊！啊，500块，三元古龙的，500，你卖了我要死。500块，无要拆我哦。就是呗，多吧。
叫啥你来我？好啦，来咧，我只讲个吼，食食较水个好无来？吼，食食较水个啦吼，我讲来啦吼，我食食较水个无，这叫啥土土鱼？大真好食，我大真好食，无八肚空个哦，真贵哦。哦，这真贵哦！我咧讲上简单的盐酥酥的大蒸好食，水的完全没肚冻的。我咧讲这芋头煮甲古老有八肚空甲无八肚空，介绍他要专门吃伊。哦，这蛋价较悬，一斤偌济四百几啦，土土鱼搞出来。我讲这地卖偌济，歹就再无三百几块来就好来。哦，要吃来，我讲哦，歹讲一地三百几来，两地卖六百，卖我讲。五百就对啦，五百块土土鱼，啥物食五百块？叫一个来，五百来。土土鱼五百块，啥物真的来？这五百土土鱼，啥物真的？五百块，过来好无？过来好无？来五百来，好来。安尼来无？你无得要这介绍来五百来，好来。土土鱼五百，啥物真的？我就是五百块土土鱼啊，五百。啥物件？无要。土土五百，我就一个。无要。过来。五百来好啦，我想要吃五百块土土啦。我来要吃较好，我宰恁好无？五百块土土鱼，啥物钱呢？五百块，好无？我靠背啊，我唔识话。五百无吼，土土五百无吼，我只一边五百，无吼，土土鱼啊。我讲你外口啊吼，你三个都买袂起。我讲。